别的活这里。三层楼外围，牛逼！哦，把这个拿过去。怎么说我有问题？怎么？猴子，猴子，小区，对，小区就是那个转盘嘛，它转盘向西边不是有个像红色的中国结一样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右拐，它不是一个小区大门吗？对，小区大门进门就左拐，就过它小区大门门口就是个传达室嘛，你进来就左拐，然后左拐，对，左拐开到最里面。对对对，开到最里面。开到最里面，然后有你开到有一排，哦，What's up?操你的！我操！另一队。
里面里面，我丢个闪，白了，没了吗？哦、不是不是，应该还有。里面就一个，我听听。哎，门口 ，nice。在这个围墙顶一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两台车。我娘倒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左边，停了，停哪儿了？前面，啊，一边一边，倒倒，哎，听听到没？听到了，大仓里，这里，一边这附近。房子后，我去偷他，宝宝。你偷别别！我倒不了，我倒不了。倒倒，还有吉利服，仓里面。哦，掉！加油啊！我倒了，这房间。好，在二标。我寻思带你来拿空投呢。好，点的好准啊！咦，小丑。杀这些人吗你？我照了，我照了，裸裸。哦，趴着有点好玩呢。你打得中我吃屎，真的！哇，挂皮！他这里在哪？这个另一队的，你妈的逼，给我吓了一跳！这你没看到？没看到，我的注意力不在那儿。那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呢？